好的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是4月12号，也是我们开服的第134天，今天终于开这中枢了。今天我们加个2亿战力估计不成问题啊。今天下午维护了一下，到6点半左右就可以进游戏了。然后呢，本来是计划肖让大大啊来给大家讲解一下，结果他说了好的，结果现在也没有来，对吧？这个中枢呢我也不会玩，我没有这个经验呀，我两脸懵逼。然后他又不来，他还在旁边打着游戏呢。今天估计可以涨个2亿战力啊，我们现在是 14.8 亿，我觉得差不多。然后原金拍卖会收收雷，价格满意。这个各种带雷子属性的，我的天哪，这个雷属性是什么鬼？我怎么两脸懵叉呀，蒙圈的要命。这个朋友呢，他说要先挖矿，但是中枢的矿好像是已经被挖完了，是不是？所有玩家加入神界中枢后被分为四大势力，相互抢夺城池，有可能获得这个中枢材料。这个收材料我们是要慢慢收的啊，每天每天都会有这个活动，但是这里面搞不了。然后他们说我也是雷属性，这个东西呢好像在开服之前就知道了，有人很牛，开服之前就是昨天有人就给我发那个截图，他们就说我们谁谁是雷，但这个雷是什么意思呢，我现在也不清楚，把豆凯用了就知道是什么了，是吧？好，我们今天先用豆凯吧，别的也不纠结，豆凯是在这儿，对吧？迅雷龙月头菇，这就是雷属性的意思啊，不是这个雷属性的我还用不了。好，现在来了，个十百千万，才加了300万。哎，这就要神界中枢获取啊，这没有哎，运气极佳，这个摇钱树啊，等一等，哦，这个要点使用呀，好，使用相当于是开箱子，我懂了啊，这是一个箱子啊，懂了懂了懂了。然后呢，好，没有使用，等一等，我们进去找一找啊，这个嚣张到需要他的时候了，对吧？之前啊，我都会搞的，对吧？他只是来当一下这个工具人，今天需要他的时候，哎，他反而没有来，哎，我气死了。好，然后他就来了，哈哈，刚把你喷了一顿。我们要想想这个豆凯要怎么用呀，各位，我豆凯的背包是在这儿，先取出来一个一个全都用了，好吧？哦，属性是有雷土水火风，一共是五种，随机的是吧？但是我看他们好多好多大佬都是雷属性的，属性是一模一样的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肠子可以用了是吧？哦，马上可以突破了，对吧？完了，今天要做那么多事情吗？真好，但是我上来上晚了，说实在的，因为有朋友他告诉我，他是说这个矿要先挖。这个什么什么，今天要播到很晚，这个要上线只能9次，不送死，买不买24次？他说要买这个东西，买这个疲劳，你知道吗？反正他说要买20次，拿第一对吧？反正尽量拿第一呗，但这哪有不拿第一的道理是吧？咱这个号啊，当之无愧的。然后这些雪茄应该还用不了，这个龙王之息也许可以开。我们先搞点什么呀？把肠子拿出来，肠子他们说可以用了，马上突破就能用。哎，我已经等不及了，我这好几。几百上千的肠子，你看692 57 1500，我知道我知道，飞行肠能有点是一点嘛，对吧？对，这个也能加不少，但是这个加的是虚战啊，也有人告诉我这个虚战不要搞，这是铁金啊，这超级好的材料。龙王要三级神，先半神。好，嚣张先怎么样突破神界神界通道吗？啊，你点了。哦，有这个东西。有啊，充能，哎，充能完毕啊， easy， so easy。 哇，这个要打了，这要打的啊，今天我已经挖了呀，明天再挖呗，但是今天还能再挖是吧？能挖，能挖都挖了吧。我还有一个要打那个，你现在挖吗？现在先进去，然后再使用吧。啊，不用，你现在挖留点太费时间了，挖好好要挖很久，进去不能做别的是吧？进去我就只能，好的好的，那这个就先不管它。那我们还突破不了这个，突破不了这神，这肠子用不了，那我们先开豆凯啊，各位，这里的豆凯，一件一件来啊，让各位眼馋的豆凯终于可以开了。先挖啊！大家都说先挖，好的好的，先进去看一下，然后背包里的东西也是能用的，对吧？但是挖不了多少，各位，我就去挖这个中型的，这个是可以买吗？我们这里面是看不着那个东西的，我这儿找一找啊。你看啊，这个东西获得就只有景阳山脉啊。那个商店里面看一下。哦，商店里面看有解锁新的是吧？好的好的，成长变强，哎，就这两个，没有别的哦，这个就只能挖。走，当一个挖掘机啊，勤劳勇敢的挖掘机，走起！好，豆凯，我们现在用一下。来来来，开了开了。这些东西，这个很爽，看的是很眼馋的。他打架是超级牛掰的。这回就硬了。哦，要硬了。硬了。哦，妄图要硬了，我的天哪！这话说的。赶紧让老板多收点材料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我先花钱，然后到时候再找老板报销就行。小事小事，这还有一些。我的天，我们其实两套差了一点点，还需要再等一等。你看，这个有相同部位的材料了。哇的天，我的妈呀！还有两个相同的，这是因为我有两套，但是有那两个角没有，
就差两个角，我就彻彻底底有两套了。那这两个可以用吗？可以用，都可以用。金身大脑之法用了，哇！天圣烈渊戟也可以用了，我的背包终于清净了，是吧？舒服了。小冉露一下你的帅气的屁股，快！他们都要你露屁股。你帅气的脸。哦，是脸是吧？啊，这是我看错了啊。这个精通是虚弥药啊，这个已经炸华那个用完了，这个不让用了。先来，先装上去。神元圣物斗铠啊，装上去。改个帅气的名字。这个我们待会儿要仔细看一下他的这个技能介绍啊，每个都有这么一点小的技能啊，比如这个是释放这个什么枪术会回复自身魂力20%，技能效果可叠加，达到3/10，枪术眩晕时间长达1.5秒。就他放一个技能，然后技能回魂又能眩晕这个对面的人，对吧？贼好。然后这个，哎，这个好像是共用的技能呀，这个好像是共用的技能，但是这个又不是一样的，左边好像都一样，都是龙战于野是吧？那边呢？右边的不一样，右边的叫做月光赐福。那也是三元素。哦，三元素这个和二元素有什么区别呀？你找我们看一下。我没有三元素。你没有三元素？哎呀，那你看一下我们这个三元素的和你这个二元素的有什么区别？我好像也没二元素。二元素你也没有，你一套都没有吗？因为没充钱。哦，不是没充钱，是没充那么多。还有就是罗刹。你那个罗刹充了多少钱？40万。40万叫做没有充多少钱，各位啊，这位老板好像有点过分了啊。别六倍，哦，不要六倍六倍的挖，六倍六倍的给的材料少是吧？这东西我们今天就只剩4的体力了，各位无所谓了，哎，明天再说。这个东西在哪儿设置呀？好像是在外面设置，在里面设置不了，等一等吧。这就是最后4的体力，反正今天80的，我已经中午的时候挖了这个三级矿，把80的体力全都用掉了，剩下的这40很快就用完了。先进阶左右腿，然后有人说给牛斗铠，我觉得给牛斗铠应该是对的吧？对的，对的，好，用起来。有两套啊。两套你先给呗，没有两套，还是少了一些部位的。那先给这点，先升级啊，不怕，都可以随意更换的。哦，随意更换，好。这哎，怎么差了三个呀？我还以为差两个，差的是三个，那还是挺麻烦的。然后这里需要这个银龙之魂和普通钻石，还有这个魂币，这个要花不少。来，车长，怎么样升？背包里还有斗铠吗？应该没有了。有人说双神要买威望，等一等。好，这个结束了，给了一个三星的。好，有6个雷霆水晶，出去吧。没了吧？没了，没了。好，现在由嚣张为我们去做这个进阶，这些材料我们应该背包里还有很多是可以开出来的。好，40多个应该好像不够，我感觉不够就不够。进阶到2字、3字，还加百分比的，怎么才加10几万？哇！然后最后这个要来了，4字变成5字就很强，就多了一个这个技能，但是这个材料差的有点多。哎呀，我们这个神之合金看有那么多，银龙这个很简单，好像是6个银龙对吧？是腿，我操！就是右腿。没事，咱金币多不怕，咱金币多，50多一金币。不是。腿没有伸错，应该没有。这个是鞋子哦，这个才是鞋子啊、哦，这个才是腿哦，这个才是腿。哦，好，嚣张伸错了，那这个怎么重置呀？这里，好，你来吧。各位，我是清白的，我的天哪，这个嚣张一开始就摊上了我这个金币啊，我的天，好热，你就别说热，你配吗？这的金币都被你浪费了，没事，这不要重置是吧？没有伸错，真的是。哎，伸腿还是伸鞋子啊，各位？给我看一下。你看一看，我他妈都懵了，不是这个吗？就是这个。这个是战靴。那他妈右手腿？有人说大腿，哦，就是右脚是吧？没有错啊、哦，没有错。这是左脚。好，各位，我们这个嚣张被各位节奏带偏了。好，就升吧，没关系，小事儿。然后我们去开点这个银龙就行了呗，再开6个银龙，这自己就刚才就花了1000多万金币，小事儿。银龙之魂和这个钻石都需要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收了？这材料应该是可以收了，但是先把背包里能开的开了。来，小张，对，这里有两个红色魂灵，还是要银龙钻石，先拿出来吧，有可能可以用。这个倒不是太大的问题。这个东西，这个龙王之息有用吗？龙王之息是那个龙魂的。龙魂我们要不要升？你还没到吧？好像到三级神哦，还早。哎，没了。哎呀，这材料有点少是吧？现在这两个是不是可以拿出来搞了？起源手令和可以。你留着，但是我现在你留着一次呢，还没有搞完。OK， 要升级那是留着一下。好，然后还有，要不魂灵就这里12个对吧？先开了，不止吧？24个可以开出24个银龙。啊，对。OK， 那全开了吗？全开了。你看还那个干嘛？全开了。然后我们那个冰妹妹跑了啊，她不和我们一个中枢。神界呢？神界不知道。哎，神界是不和我们一起，中枢是不是和我们一起啊？各位，他这两个不一样的。好的好的，可以看一下神界在。来，这24个全部开启。
各位，你们是不是想把这里的嚣张给揍一顿啊？我们可以帮，我可以帮你的忙的。你们只要有这个愿望，对吧？他刚刚到底浪费了多少金币，我也不知道。那点金币不是事。是啊，反正就是大家想不想打，大家只是想找个理由揍人，知道吗？格局要放大。他们只是嫌我妄图的这个拳头太痒了，他们觉得我这个好久没有揍人不舒服，对不对？说话的是嚣张嘛？对对对对对，是妄图的小女朋友嚣张同学。哎，其实没有女朋友了，瞎说了。三个先问。哦，打是吧？他们都说打。哎，这个用我的小拳拳不行，这有点，我要找一个大锤，找个锤子啊，直接敲，敲的粉身碎骨，商城买威望。哎，嚣张，怎么搞？来，我们看一下嚣张要搞一个什么事情。哦，加速斗凯养成，每天都把498。好的。我的天哪，又多了一个两个箱子，这个东西每天又要多个200块钱，就游戏里的。来，剩下的买，都买了。第一个买一个，第二个买一个，剩下的差不多都买光，除了金币。哦，买就买，买啊！除了金币嘛，对啊，你除了金币你慌什么？直接买半身材料已经买完了，有两个不让买的，各位，这个也买了吧。其实这个一点用处没有，用处真的是人不切，咱不切赚，金币也买了吧，要不？这个你随便。啊，这么说金币要很多的吧？金币要很多是吧？那买，好，多干净啊。OK， 好，这里顶的精灵封印我还没有搞哎。你在刮宝球吗？好，别的也没啥。这个有蟹肉，银龙蟹肉，这个先留着吧。然后我们今天先把这些宝箱先开了。哎呀，不能批量使用，原金开了，哇，那么爽，原金也很厉害吗？嗯，哪的？元金不知道，反正之前那个墨青大佬他说要我多收这个元金，那个是很厉害，嚣张也认同，所以大家有的话就卖我，价格好说。嚣张，你觉得这个观众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剧情？就是妄图一冲出来就暴揍嚣张是吧？这个你觉得有没有希望？这是什么火啊？就是这个大家喜欢看一些这个爱看的节目对吧？这个家庭暴力对吧？家庭暴力啊？啊，不是情侣之间的打情骂俏是吧？然后那个憋不下去了，各位，这个七七年开了，这里来就教教我们这些要怎么搞。一时半会儿有点懵啊，这东西太多了。龙之月还展示了一下，这真是太傻了。妄图喜欢男的，我的天哪，这要给我个女的我也可以配出来。这个哎，这个海神岛先揍了。为什么不升神器还在封号斗罗啊？啊，今天才刚上线，别着急啊！他要做的事人还很多啊。对，一件一件来，对吧？嚣张要揍的，一锤一锤的，我先攒着，一会儿再揍。走，带我去打怪，今天要打20次怪哎！神界没有了冰妹妹，能不能称霸？下面就揍那个谁就行了。战场 boss， 然后一键挑战。哦，一键挑战，所有的都要挑战，这怎么还有无敌的啊？只能挑战10个。哇，写着无敌，打他就行了。哦，打，然后挑战。我一键挑战，右下角我看下挑战中，我都没看过。点挑战中是怎么回事？哦，他就是会走在这个图上，自己把这十个怪一次打完，是吧？还要进入画面，还有画面。哦，好，那不要紧了，退吧。已经进啊。好，接着刚才的那个深渊圣物，就一个，那一个也要摁上去啊，是吧？很强。这一个能加一个什么属性？技能减伤20没有用，魂环哎330万战力也不行啊。深渊之力状态下，每次释放的这个什么能吞噬主目标。的攻击力，我的天哪，达到3箭矢，达到10箭矢，这个属于一个平 A 的一个 buff 是吗？嗯，平 A 的一个技能。嗯，不知道我没有这个。哦，没有啊？那你还不仔细看？没有就更要仔细看了。这人是什么个德性？来，先把那个斗凯先升级了。等以后来斗凯进阶够吗？哦，30个，我的天啊！啊，还不够是吧？小瞧谁呢？来，升了以后，战斗开始时提高自己50%的生命上限和生命值。哇，那这个海神就不容易死了呀。就可以给别的，给比如这个一套海神，也许就可以给牛了。右腿的中枢宝藏改一下是吧？啊，我们从买呢会有问题吗？这个腿要不要给牛搞一搞啊？还是你给这个左脚搞？你牛也有右腿吗？没有吧？为什么没有呢？哪有啊？右腿没有吗？这不科学。等一下，这个仓库满了，先领取一下。哇，哇，600多个，这是很正常。称号到了吗？我的小皮鞭呢？我真的要买个小皮鞭啊！一边敲打着这个3期的客服，这称号一直不给我，这都几个月了。然后另外一边，哇，这个左脚龙月左脚战靴晋级到5字，获得龙枪术，每次受到攻击都会充能，达到24次后释放这个枪术，造成3次伤害，很强很强的是吧？哇 ，B
并眩晕目标两秒钟，每次伤害值为当前生命值15%。哇，可以的，哇，左右两脚看起来就很对称，很有美感。然后他们说斗魂场要留着次数，啊、你别六倍打，你一倍一倍打吧。哦，一倍一倍打才行是吧？虽然说可能没什么那啥，但是打了会给什么东西啊？之前就给荣誉，掉那个和矿里面那个差不多。哦，那个一样的东西是吧？对，不是一样的，是另一个。另一个那今天还是到不了这个半神呀，今天怎么样才能到半神？今天到不了哦。各位，窦凯可以取名字是吧？第一套的这个窦凯，我刚刚看到那个名字可以取的，可以取，你可以。所以各位，你们价高者得啊，对吧？今天咱们就试力了一波，对吧？今天咱们要收那么多材料呢，对吧？这材料估计一个月。先不打个字说抽东西，等晚点他们都卖了，好东西都卖了，好东西都卖了。对，真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中枢打，中枢打个字说。有材料都要问，你是什么属性的？看一下，雷属性的都要材料，说很多，对，说很多。对吧，我说雷属性材料收很多，已经充了150万，不带缺钱。这个东西呢确实是有据可查的，给大家看啊，这个东西不是我瞎说，这是董楼的客服，对吧，充多少了，150万左右了，称号呢？小皮筋，对啊，问一下他，这好烦。在那个面板打一下。好，那先暂且留个言吧，各位啊。接着，小张，这做点啥？马上要进那啥了，快点，小张！你看今天搞了半天还没有到这个半神，哪里试问啊？一天是到不了半神的，最多是两天。两天哦，最多要两天。但是我估计明天如果明天咱如果到不了的话，这小皮鞭估计是惩治不了你的啊！这别生这个呀，生生牛，对吧？把牛搞厉害一点。有人跟我交易了是吧？交易了。你来，这里点交易，然后，点，等他，看他给你啥，你记一下。这个等一等，是这么玩的，懂了。然后，哇，好东西啊，很好是吧？我拍一个，这是叫啥名字？确定？随风。确定啊？好，这个东西值多少钱？反正好东西。各位，这个东西值多少钱？他肯定微信可以找我。我等一下。四幺和那个价格表，你可以参考一下。好，开个价。180有点贵了。有人说180是吧？贵了，别乱来哦。好，等一等，这儿已确定，这个样就交易了吗？小张，哦，等对方确认交换，我把我的钱提现出来。我支付宝还有一点点钱，先提个2000算了。我是收了4000多，就基本上。哦，好，打一下千血啊。哎，就到我这儿了吗？是在爷这里是吧？到了吧？它是月亮，它是随风，它是月亮。我看一下我的微信，它好像已经来了。这怎么看？看背包，窦凯背包是吧？是。他给的元金，给的不是这个，你来帮我看一下。是，好像是龙丹还是元金？他说交易取消了，好像有一个东西是龙丹，因为这个龙丹之前有人卖给我过。好，没有，交易取消了。取消了。这个东西是我之前收到的。哦。他刚才是给了两个这个玉，还有一个珠子，这儿我们先充个30啊。冰妹妹都半神了是吧？好的。他半神哦，他存的，你都打了，人家哦，懂了。我不知道啊，看来人家这个经验是很强的，好多人都半神了，就是他们把锦阳山脉的次数都存着了，我今天白天打完了，抱歉啊。小胡子是半神，好的，抱歉啊，各位，我们明天是半神，明天我也来直播，好吧，答应各位。这儿紫然肠吃一个，这些肠子差不多可以了吧？哎呀，上限还没有解，到半神这个也解不了，有的是可以突破上限的，那个、像是这个，它上限明天就可以吃50个。这个钻石肠呢，明天就可以吃6个，哇，这6个都可以吃，这两个呢，哎，明天也可以吃啊，一样吃10个，那明天加这个战力也不少。各位给大家看一下，这里有个人，他说他分到我们这个区了。他的材料是这么一些东西，来嚣张看，他有两个这个对吧？可以卖，别的呢？这些都可以卖吗？这个，我要这个对吧？然后你是雷属性对吧？对。然后这个这三个，这三个。光明种。哎，这个两个吗？这个不带字的呀。哦，这三个种子是吧？啊，对，三个。好。刚才这个。这些是什么？都没带字的。都没带字，但是收来可以强化是吧？可以强化，但是不着急嘛。不着急，你现在收。现在说感觉有点啥，因为现在说可能价格贵一点。先等等啊，各位，因为我们匹配到了老区的人。带字龙身多少钱说？300到400多吧。300到400啊，400吧。我们就一口价，对吧？算。
400吧。对对，四百感觉还是有四百人民币是吧？然后呢，这个名字，今天说一下这个豆凯的名字。我们截止8点啊，哪个土豪大佬啊，搞一个礼物，对吧？现在礼物榜嚣张第一，对吧？他送了131，这个东西没有钱就不要送，未成年千万不要送啊！哪位大佬啊，想要这个冠名权就送一下，谢谢。等到8点钟截止啊，到时候由他来定，我就不决定了。来，我们现在也做不了啥呀，只能把什么坐骑强化一下，明天再好好搞一搞，没关系啊。因为我们确实是没有这个经验。你秘法看一下，你秘法用了吗？没有。你把那个身装上。秘法在这儿是吧？啊，这个这是大脑之法，士兵加成很高吗？这个加战力高。哦，加700万，还是挺强的。士兵加成，受基石有5的概率生成5的护盾，还有一个金身，持续时间内必定闪避，打到5件后怎么样？8件后，血量低于多少的时候获得一层这个断体效果。这儿哇，这个是进阶材料。这材料我为什么刚刚好有那么多呀？好强好强，但是就加到就应该是加这个吧。战斗开始时每隔15秒获得一层断体，恢复自身最大生命值10%，并永久提升。哇，永久提升7的上下级别，去打到越后面越厉害。不能升半神，妄图没有挖矿是吧？升不了半神，他挖了，他今天挖了。好，哎，怎么今天这都没有人提醒我？哎，好烦啊！我确实是一个勤劳的妄图，对吧？每天该做什么就提前做了，但是该做嚣张的还没有提前做，怎么办？花钻石买材料买不了了，各位，那个材料买不了。哦，我出价更高是吧？带子龙神，我们也出500。好，550。对，550。这人我也说550，对吧？对，400是我们这些平民收的价格。我操，这东西有那么好吗？将近600块钱一个小东西，我别出，我直播的时候我怎么能不出？他们就是等我直播的时候卖给我呀，不坑我坑谁？你们说是不是？不过不用太担心啊，咱背后有老板的对吧？带子龙神550。对吧？是，行就发啊。然后这儿我们升一个啥啊？升一个这个点，升猪吧。至尊锋刃，直接突破100万年了，舒服。加了80几万，这个斗罗开了中枢，它就和之前就不是一个游戏了，是吧？300你们都贵，是吧？这个东西到后面它一定会回落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比如说我们换中枢，对手一换，他们又有很多老区的，有很多这样材料的，就有时候他们那个区域没有大佬说这种材料。或者给的价格不理想，他们就攒着，攒到等下一次开中枢啊，又遇到我们这种新区大佬，血赚一笔。碧辉温柔，好、哦，挺好的，我们拿到这个第一了。也许这一次之后，我们这个工会就 number one 了。老板说话了吗？老板被顶走了，老板被顶走了，对吧？这个字太多了，今天人有点太夸张了。哦，兄弟们，妄图是不是在套路我？这里面没有套的事啊，老板，我们是很干净、很文明的，对吧？来来。这个报销，我们悄悄的报销，打枪的不要，对吧？这个老板趁老板不注意啊，就偷偷找这个财务就行，小事小事。妄图哥和我一个中枢，好的好的。这人加了我，然后呢，先发货。你已经打破了这个中枢的规则了，打破规则是吧？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朵罗克夫是什么？已经拍马屁去催了，这还要拍马屁是吧？最近定制商比较多，那是不是要有个先来后到啊？如果我会做的话，哎，就这些。反正发来就行，是这个是吧？对，哦，绝雷龙神血脉元晶，锁定道具。我说了一个，别的呢？别的有啥？说了一个400块钱，给我们看看，然后确认交换。好，过来了，我得发钱了，各位。啊，咱不来虚的，这个游戏是真的很花钱，不骗大家。就是，但是你别看我花这么多钱买，但是你要想在这个游戏里面赚钱，那最好别啊。这种游戏都是，哎呀，这5500还算了。好，贵姓？多花了150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又转一次，就过去了。第一次开中枢贵一些也能够理解啊，对吧？反正我们也说了550以上，咱就让他们随便抬啊，让他们去说，我们以后再说也可以的。我给错了呀！完了！我操，我发错了，是这个人。别叫他退下钱，老板，退下钱。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靠！这有问题吧？好，你退还啊！你退还，我的天啊！没关系，他不退的话，我们就让他哎，身败名裂是吧？这搞笑呢！我来支宝搞一个，我的天！来来，支宝，好过去了。我好，谢谢。来交易，给我看看，对吧？我今天就坐在这儿啊，就等你们交易。来，金属之都，抽起来。给我明天会打我的。这里这个肠子啊，劲爆肌肉肠，来神教令，直接买这个密钥，直接搞
神装回收，装备铸造，别的就没有了吗？对吧？抽奖，来先抽着。哎呀，集市淘宝停！他们是想要截图给我看，直接把能上的都全啊、能上的全都上，是不是有点累啊？这肌肉场我们先试一下，那给大家看一下，有好几个人，你想要什么？先生，来你说，到点餐了，点菜的时候到了，你点屏幕。这个，哇丢，89是吧？那多少钱收一个呀？你看他出价吧。多少一个？最高的话，你先看看，咱先别说。然后呢？好，然后还有第二个人，各位，今天啊，你们观众就是。老板，你们负责说啊，什么需要？有人说8块，这些都不需要是吧？那雷的话，你不带字的你要吧？不带字的我不知道。要吧，要点。这个是吧？不着急吧？啊，不着急。好，这个听嚣张的。嚣张老板，这两个不带字是吧？怎么看他带不带字？这个上面这个 U 叫做带字是吧？对，这个是不带字，别的还需要吗？别的这两个两个就别收了，太少了。好啊，这两个我也收。哎，这有问题。有人说1块钱5个，这科学吧？等一等。